其实有很多写法啊，这是第一种，还有好几种呢。这个指道是，挑一个你喜欢、你习惯的就可以了。先草还是写长哈？那右边其实几率会比较低的，所以这里可以生长，没有关系。左边伸长，那待会这边会有个竖画，所以这边不要起太开。好，稍微靠前面。行，修，有讲过哦，以前那种这竖画都写的比较长哦。现在是刚好相反，现在书画写的短。那以前这是个捺，那以前习惯写成一个点，实际上是写一个横了。我认为斜度上算一个横。这个饰部我想把它写短一点，尤其这个书画，为什么写短呢？因为骨啊，只有上面可以伸长，这里可以伸长。那下面呢，没有地方可以伸长，那就是一个孔。所以这一点，这有个比它长就可以了，不用说拉得特别长。点呢、点骨那叫侧，乐，努，替，侧，乐。浊、折，哎，八个笔法，水，那这稍微降低一点哦。那降低的意思是因为下面这个女啊，并没有办法拉得多高哈，长得多高，会比较偏扁。古代的集啊，上面是一个图啊，不是像现在一个士。这是标准的哦，古代字是一个集。少。力稍微降低一点啊。局，偏旁都有斜度啊。拉长，这是支撑点哦，通常都拉的比较长。以前的这里还多一个点。你这布写的有点像出啊，出去的出，这下面多一撇，银，好，这边。九成宫有勾啊，但是黄甫蛋我就不想勾了。零零，斜度要够，斜窄。根据他的习惯，他的符写都非常的窄呀，狭窄。
一个他这个已经写竖画，照理说他是撇了，不过他习惯写竖画。啊，这里有三个横画的，那我们知道他这一个理论上要勾，但他从来都不勾，所以我也不想勾。好，窄窄的福阳。狼庙长得有点像，右下角勾比较大。秒，想办法让它看起来不太一样。这都是左边伸展，右边不能伸，这都要写直一点了，没办法。好，秒。这是短的、宽的、收紧的、长的，撇，那稍微降低，再拉出去。带呀，古代字跟现代字都不好写啊。哦，稍微拉低一点了，不要挤到这个缝缝了，缝缝挤进去会觉得太高了。金装，啊，写一个古代的比较好写。连续两个双人旁，那么长得不太一样。注意这些竖画的间隔距离。山的话是木要靠上面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有个撇。这种情况经常遇到啊，下面有个撇，那只好抬高了。不抬高的话，就会肯定碰到等一下那个撇。啊，这里有个撇。所以它势必要提高啊，没有办法，要事先算好。那这个是可以拉出来作为修饰用啊，拉开，字才不会太闷太紧。它算是横画右边的主笔画，其他的收短。跳。以前的造字啊，跟我们现在造字差好多，这叫差的10万8千里，完全不一样。